大家好，我是阿天，今天是20214月7号下午3点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这是 YT 的留言哈，有一位这个迪迪诺大大，他留言说，这个拉库哈，他除了这个被动技能啊，让这个控场的敌人增伤之外呢，他还能吃果子免控哦。然后开场对面的那个奈拉拉人跟埃隆西人一开始就能免控哦。然后连温博大都有留言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哎，那这样其实蛮有趣的，因为开局免控后，我们就会想到那个超级，哎，怎么讲超？超级万用的那个古傲天安之哦，然后就想到那个老头图哦。那这个开局免控就，所以说安之才会那么强势。那如果说这个拉库开局吃果子的动作那么快的话，那他也可以做到开局免控的话，其实算是蛮好用的哦。那我们来试试看哈，埃隆可不可以这个防止埃隆吸呢？那我刚测试有一点点，稍微有点不一样，因为如果说要开局免控的话，那必须拉库的第一个动作是吃果子。不过有没有穿装备会些微影响到这个拉库开局是先射人还是？吃果子，但是我觉得装备穿满的话，应该第一个动作都是吃果子哦。这个为什么会这个样子？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。不过我们先看一下哈，我们先看一下我目前有一只这个金色的拉库哈，然后来看一下它是好脱光光哈。那我给它这个苍翠披肩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这个拉库的开场哦，它去射人哦，有没有？好，它去射人哦，可是它还是可以防止埃隆吸哦。你看，哎，不对哦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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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是被谁打断？他是被亚瑟打断吗？等一下，这样不是很准哦。上个艾滋好了。好，吸过来有没有？好，吸不过来哦，吸不过来哦。好，可以看到，埃隆动作做完了，艾滋有吸过来，但是我们看艾滋还是不清楚。双子好了，双子会不会晕呢？好，双子被双双呃，埃隆把双子吸过来了。还有谁呀？还有谁比较好看清楚？冰魔可能会打断。上一个很普通的角色，小羊好了，这样子。好，拉兹去射人，可是他还是吸不过来哦，还是吸不过来哈。虽然说这个拉库的第一个动作是丢人哈，但是你看，好，这个小羊有稍微往前被吸一点点，但是拉库他还是稳稳的站在左上角哈。连那个埃奇欧都被吸过来了，但是拉库还是没有动哦。即使他的第一个动作是先射人，他的那个吃东西的那个动作免控，他不用吃完，他第二个动作一开始的那个瞬间他就开始免控了，所以说不用等他吃完东西他才免控。所以可以看到这个拉库他可以稳稳的站在这个左上角，而不会被埃隆吸到前面哦。但是这个伤害还是会受到了。好，那我们来把这个拉库的这个装备穿上去哦，也没有说穿什么装了，就是随便穿一些烂装哦。刚刚可以看到说拉库的第一个动作，它是先射一箭，然后再做这个吃东西的动作嘛。那我们再看一下哈，刚刚是这个冰封冻土。好，现在我给拉库穿了一点点装备哦。好，然后拉库的第一个动作变成吃东西了。那他既然第一个动作变成吃东西之后，他当然就是他当然就是进入这个免控状态嘛，所以说这个怎么讲，埃隆的这个吸人呢，就对他不会有造成效果。那但是呢，他还是会受到伤害，因为这个吸人本身是有伤害的。好，那这是埃隆的部分哈，所以确实哦，这个埃隆吸的话是可以抵挡的。好，那另外呢，我们来测试这个刚刚是冰封冻土，我们来测试这个双袭冰原哦。那双旗兵我们要测什么呢？因为双旗兵的第一支敌人正好就是奈拉哦，那我们就直接来试试看吧哈，看看这个奈拉是不是拉不动拉库哦。那奈拉不能拉的有几个人，就是开局会免控的嘛，还有太肥的人，譬如说这个斯克雷格哈，还有那个莫佐斯哈，这一类的都是。好，我们试试看哦。好，奈拉，哎呦，奈拉去拉小羊哈。这个奈拉的这个拉人是智慧型哦，当他发现说他不能拉的时候，他会去寻找下一个可以拉的人哦。他不像阿塔利亚，阿塔利亚就算是他斩到他不能斩的人呢，阿塔利亚还是会斩那个位置哈。譬如说像是像是那个什么譬如说像是塞西利亚，又或是像这个弗雷拉哦。譬如说我现在上一个这个阿塔利亚。哎，秀哈，这个阿塔利亚会笨笨的去斩空气哦。那奈拉不会哈，奈拉如果说发现说，哎，这个他的那个站队位的那个人不能拉的话，他会去拉其他角色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才刚讲就破功哦。哎，怎么又可以拉了？哦，看一下。哎，是因为说他举起东西吗？我们看一下，我刚上什么角色？东红女士哦。那我原先上什么角色？原先是上
阿塔利亚吗？好，再看一下、喔。对啊，他有的时候会吃东西，啊有的时候又会拉人，好像是跟你的装备又没有关系，好像是跟你的角色，还是说他有没有受伤啊？这不是很清楚哈、喔，有没有这个样子？就是开局有吃东西免控。那如果说我刚换一个人，我刚换的是东侯女士嘞，哦、喔，我如果换东侯女士呢？我换东侯女士，好像拉库的第一个动作，他又想要去射人，所以说他就没有吃东西了，那他就会被拉，哦，所以有一点点微妙的差异啊。如果说我上莱卡的话，就拉库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会吃东西，所以说在那个他不需要吃完东西才免控，他只要第一个动作是吃东西之后呢，他等于说就是直接进入你这个免控的状态。所以就反正就是有点迷啦。那不过大概就是说这个基本上呢，拉库是有机会这个开局免控齁，当然是跟这个安之是不能比啦，因为呢这个安之基本上他的那个技能就是写开局免控。不过拉库这个技能我觉得也是可以好好运用齁、喔、应该大部分的这个状态下他还是属于这个开局免控啦，只是可能少少的状况下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去射别人齁、喔。好，那这个影片就到这边了，然后谢谢网友的分享哦。那这样我觉得拉库就可以做更多的运用哦。好，那影片就到这边了，谢谢大家观看，那我是阿天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